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为什么？是我今天的安排你不满意吗？没有啊，我特别满意。今天一天，我过得特别开心，但是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但如果是时间问题的话，我可以等你。 等待有一天，你能明白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但现在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文兰，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告诉我，无论你提什么要求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慕白，我现在恢复记忆了，是你喜欢的样子。那如果有一天我再失忆了呢？你还是会抛弃我。我想要的不是钻戒，不是什么我爱你，而是安全感。 老板，明天夫人生日，你有没有什么？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昨天不顺利啊？林明轩，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？安全感，夫人说的安全感，会不会是没有看到你的真心啊？我的真心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凡事不要老想着照自己，而要想着。 先照照夫人。文兰，院长，怎么还在忙啊？这不马上临床习任了吗？我得确保万无一失啊。哦，正好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明天晚上我请大家吃个饭。可是我韩姐，我知道我自己劝不动你，但霍院长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？你们先忙着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<笑> 你呀，安姐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？这个我真没想过。哎，咱们就简单吃个饭吧。哦，对了，回头餐厅和蛋糕我定吧。哎呦，这些你都交给我吧，放心吧。别加班了，咱们休息休息，下班了，走吧走吧。我来吧。 石楚也发朋友圈了，祝兰姐生日。我刚。兰姐生日快乐！兰姐，兰姐，兰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 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石总，都是他安排的。哎，兰姐，先许愿，吹蜡烛。嗯。石楚啊，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啊。来，明儿上。石楚，石楚，石楚，石楚。兰姐，其实我。 大家先玩啊，我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。慕白，文兰，生日快乐！这是蛋糕，我亲手做的。啊、这蛋糕挺好看呀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啊，你不要误会啊。 不是钻戒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礼物，送给你。哎，你先等一下，等我走了以后你再打开。我走了。
这也太丑了吧，谁送的？这真的好丑、啊、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好看，不过你看这鼻子和嘴，这像谁呢？兰姐，刚是木板吗？哎，这后面有一个温字，温，这是不会是兰姐吧？兰姐，那确实挺好看，好看。你不是有话跟他说吗？石楚，你有话跟我说。啊，兰姐，我想跟你说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们临床试验成功。对，试验成功，试验成功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条项链是庄文成给你的。他知道今天是你生日，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说这是你妈妈的项链，你小时候经常带着它照镜子。慕白，谢谢你，这个礼物我真的很喜欢。对了，我这次见庄文成，觉得他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你帮我带上吧。好。好了。好好的提他干什么？我不是怕你又心软被他骗了。慕白这个人，沾花拈草，惹是生非，自恋自大，我怎么可能会被他骗？他就是个大渣男。